绍认识水域环境。这边谁来？来，我为各位配音。可是这是谁？呀，这是水草。台湾是个海岛，地形多变化，气候温暖多宜，因此从高山到海边，到处都可以看到水域环境。发水域环境，什么叫做水域环境？你曾走过哪些水域环境？天然湖泊，这张看过。这怎么？它不是还是光合作用吗？大师，这边发生什么事？布袋莲叶品膨大部分切开是什么构造？这是气孔。还是对啊？对不对？荷叶也是气孔，莲藕也是气孔。这个其实国耳生物，这个叫做国小六年级的生物啊。为什么它需要气室？因为它们没有氧啊，它们要储存氧气啊。光合作用啊，它们不能用叶面吗？没有叶面，要储氧气，储存氧。储存氧气干嘛？香，香，在冷球框下面。哇哦，活动以上。哇哦，终于打的。耗子，猪，我刚刚差一点就直接抓上去。奇怪的人，睡翻了。我想买这盆仙人掌跟这把枪。看仙人掌还是仙人掌？目前中。要去喂鱼。妈，我来问你，妈，我来问你一个经典问题。这里很重。到达了喂鱼池。这里啦，那边上来这里啦，这里啦。我在开饲料。啊！我的仙人掌！我撞到我的仙人掌。哇，好，有人看得到吗？看不到的话可以调亮度。这也太大了吧！看到这个状况吗？他们所有人都在看我们手上的食物。开始看整片的这样子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那边翻。哎，把它引过来。看一下那个。有丢才行啊。那个侧翻。他为了食物会这样翻过来。
哎呦，我差点跌倒。正在跑跳的水泥。撞倒的水泥，怕不怕？妈妈，我怕不怕哦？妈妈有在看手机，好。嗯，有车，好像不是问题呢。现在就在去的路上。